Cover 吧，哎，这个语言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文，然后跟印尼的语言也是有点相似，意思就是你好吗？我很好。OK， 大家知道我最近才刚从印尼回来，然后我在印尼也看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尤其是我经过 Ferrymart 过后，我就想到可以买一些东西来吃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印尼 Ferrymart 里面最好吃的东西啊，可是我还是买了一些像印尼的东西来吃，应该是好吃的啦。所以今天影片就是印尼雅加达 Ferrymart 开箱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印尼 Ferrymart 开箱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从印尼的 Ferrymart 买的。幸好我还没吃晚餐，因为我打算吃一些当做晚餐。OK， 因为我很口干，所以我们先喝一下鲍鱼大大的瓜瓜 juice。哇哇，很浓哎，很稠。中文我一直讲浓跟稠哎，不过真的是很浓很稠，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瓜瓜就是啊，薄薄的，跟我那几天在印尼雅加达酒店的早餐是一样的，好喝好喝好喝，最好喝。接下来我们来吃这个 QTR 的乌比温故，就是 sweet potato chips 啊。哇，是一个紫色的薯片，紫色的，很好，这是一个很不甜的薯片，也不咸的薯片，感觉就是很健康的薯片，是蛮好吃，好喜欢。它有一种淡淡的味道，可是又不咸又不甜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味道啊，是个不甜不咸，很好吃的零食。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个 biscuit 饼干 ，slide or light blueberry 口味，很好吃哎，真的好吃，好吃，蓝莓味很重，它的饼干是牛奶，然后馅料是蓝莓，然后蓝莓掺牛奶，一级棒。Kiss mint cherry， 然后是柠檬口味的啦。哦，还有两颗，一黄一白，白色那颗是有像牙膏味，黄色就柠檬牙膏味，所以整个就是牙膏味。这是一个很好吃的糖，你们不要买啊。吃完糖后我就口干了，我们来喝两个 juice 的，我忘记这个叫什么水果哎。打一下呗，太甜了，因为这个饮料我在马来西亚喝过，可是这个真的太甜了，放了糖水，千万不要买啊，都是糖水。OK OK OK， 老婆嘞 ，crispy 的 French fry 炸薯条，哦，里面还有一个酱料了，不知道什么酱，炸薯条，我都为什么要给酱料了？因为它薯条没有什么味道啊。这个东西吃起来真是潮死人的，潮，我觉得是蛮好吃的零食啊。辣椒酱配薯条，让我们来试试 Milo Nuggets。这个东西好像马来西亚也是有啊，我不知道印尼是不是跟马来西亚一样啊。快大便酱，有一个喜欢 Milo 的来讲哦，这个跟 Milo 不是很像，它的味道比较偏向巧克力，比较不偏向 Milo。所以如果你喜欢 Milo 的话，千万不要买这个，因为 Milo 味道很薄罢了，巧克力味比较重。OK， 现在是空罐的 Corn Berry。 Corn Berry 是什么？我只听过 Blueberry、 Red Berry， 什么是 Corn Berry？ 找字典，找字典，找不到什么字哦，是挨打算啦。它是一大片很长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有一个紫色的东西，中间还有巧克力酱的东西，就是很多层饼干啦。紫色那个东西哦，好像在吃药水味一样的东西，你懂吗？啊呀，药水味，不可以，不给他们吃物，这一个先吃完，然后这一个拿去给朋友吃。哇哇哇！药水味太重了，需要喝个饮料来去掉味道。A B C 的咖酱啤酒，咖酱啤酒中文是绿豆意思，应该是绿豆水啊。它就是一个加甜款的绿豆水，因为平常喝绿豆水都是没什么味道，都是淡淡的，加糖的绿豆水不好喝。我们现在是一个好像不是印尼产品的一个薯片，它叫 Potato Pea 薯片蜜蜂，再来打算。OK， 不用多讲了，这是个一般的薯片，跟普通薯片完全一模一样哦，完全没有不一样哦，厉害一下，做跟别国一样。OK， 现在吃点健康的东西啊，它叫 Vita 巧克力口味。Oh my god， 我不管它解释它的味道，看来我不能做一个美食专家了，我真的闻不出来是什么味道，我的
吃出巧克力。上面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叫米浆的东西，不是稻米，也不是。算了啦，反正也不是很好吃东西。再来还有这个芭比大的，刚刚我喝那个芭比就是同一个牌子，可是这个是荔枝口味。讲到荔枝啊，我去印尼那几天哦，几乎每天都来喝荔枝 ice tea， 我们就来喝一下包装荔枝水好不好喝？又是一个一般般荔枝水哦，好棒哦，马来西亚的感觉。就是一个普通的荔枝水，再来是一个印尼巧克力，它叫叉叉。我们来看它有没有比 M&M 好吃啊？这样小粒耶 ，M&M 获胜。中巧克力没吃过，就是马来西亚杂货店买的那种巧克力味道，不是很好吃的巧克力。OK， 再来是一个最大包了，它是 OEC Pillows EC Chocolate， 就是枕头形状啊，然后它是巧克力口味。喂，这个像枕头哎，枕头啊。最好吃，还巧克力好吃，然后一咬巧克力很脆，然后舌头拿咬，而且它的包装是可以开咬过后再密封起来的，我喜欢这种设计。现在我们要喝最后一个饮料，蘑菇的草莓饮料，然后还有那种 jelly 的哦，我先打赌啊，它一定是那种药水味的饮料。知道啊，药水味。OK， 这个是最后一样的食物了，它就是一个类似台湾出奇蛋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就是一个巧克力，吃完过后里面有个玩具的，然后这个玩具是 Scooby-Doo， 我小时候哦就是很常看 Scooby-Doo， 我还记得 Scooby-Doo 的歌 ，Scooby-Doo，Where are you？ 那我就记得这一句吧，我们就来看我会拿到哪一个主角吧，我看我开的就好啊 ，Scooby-Doo，Where are you？空心的巧克力，我用力压一下碎开啊，也是个普通巧克力啊，用玩具变茄子。哦，我拿那个女的，这样小哥的玩具啊，出奇蛋是一个很贵的东西，那只是一个薄薄巧克力，包住一个小玩具罢了，这个觉得不值得买啊。所以如果你给我选一个最好喝的饮料的话，我一定会选这个瓜瓜 juice， 因为都是很好喝，很好喝，很好喝。然后如果再给我选一个吃的话，我会选择这个饼干。蓝莓饼干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，它也不会太甜，牛奶加蓝莓 perfect。 所以今天印尼的 Very Much 试吃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